有多少人的童年是玩着马里欧游戏度过的呀？无论是最经典的红白机，还是如今的 Switch 游戏机，马里欧真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。这本《马里欧视觉艺术史》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马里欧游戏的精彩瞬间、马里欧成长史、多款马里欧游戏幕后的故事、隐藏关卡和游戏指南等等，内容超级丰富。书的质量很好，彩色内页，印刷清晰，收藏价值直接拉满。马里欧作为任天堂最出色的游戏角色，这本书真的很适合广大玩家们收藏哦。